唱歌，可是你老戏骨哎。没有，所以我说就是老戏骨才出在这很大的问题。你为什么吗？就老戏骨就喜欢加戏，加到每个镜头都不知道加什么，我都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台语很烂。演到后面，哎，你跟我说，不要我有家室的，没有，真的没有老婆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这么解释我在工厂，差一点要下碰到工人，都是男性工人。那个文芳姐，我跟你保证，我每次只要看到他都在跟你讲电话。为什么不等他讲完电话，我们才要拍呢？谁没有家庭嘛？谁没有亲情嘛？所以真的不会开心，也不会没有亲情在拍。好，那一样先请四位跟我们完全娱乐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。来，前主持人，来，您介绍啦。今天节目的主持人薛世林。通常是来宾才会在欢呼嘛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完春，我是李明顺，我是曾泰瑜，欢迎。哎，有那个吗？就是一定只能讲电影吗？还是都可以？都可以哦。啊，这真的是他想那么久啊！啊，是我先都不用讲了，都被你主持人启发给我们一下，不然这样，你问我们一下，怎么才回答嘛？根本不好意思抢你的风采。安顺哥，你觉得呢？你很不会掌握节奏。安顺哥，你觉得呢？哎，你们以前他在主持的时候收视率还可以吗？安顺哥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跟主持人报告一下，因为这个电影局的部分，我觉得很多的父子之间情感让我非常的感动，很多小细微的东西，有时候这个爸爸会变成儿子。一样，我觉得某个桥段，设计的非常好。所以我是你爸爸，是你儿子。你只是小学的孩子，不是我。我要是你，我早就被你气死了。好，那一下就自动好不好？这什么主持人啊？什么叫自动啊？对啊，主持人。哎，你还没讲啊？对，看站在主持人身份都没有啦，没有。就是我们三个在车上的，然后因为。影集有一个画面是我们三个在车上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好像你在唱歌，对，我在唱歌，然后他抱着鳄鱼，然后我就这样子，对，他在旁边。到电影的时候一样，三四种三个人挤在那个上面，然后我叼着一瓶饮料，对，然后他在中间，他没有戴眼镜，对，然后他戴着一个那个布偶头。我就在想，这三个人在车上挤成那样子，可是他们三个人在车上度过很多很好玩的时光，哎，多好的友情。对，是因为那个车那个卡车一直在走，就没办法下去啊。我应该比较那个，那车是我的，然后都你的。做工的人从影集到电影版有非常多感人的情节，那现实生活中谁是爱哭包？一二三。薛世林，对啊，随便讲到什么都可以哭。对啊，你刚拿出来照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想哭。然后我刚刚看你哭，我就很想哭。嗯，然后看到他们哭，我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爱哭了，只是我们年纪比较大，功力比较深厚，藏得住有没有？硬筋有没有？啊，对，他这个年轻人嘛，对对对，配乐也是一样，我觉得我们每个演员都是一样。没有，他只有骂我没有哭了。哪有？他骂你好骂好哭。嗝屁之后我哭的哭。啊，是啊是啊是啊。嗝屁。是啊，等阿吉走路才哭啊，真的是。就是真爱。真的真的。不要挑这个这样子，怕会扣扣。是啊。对，主持人，sorry。对不起。对吧？对对，这个没有专业。佩妮幻想有个有趣的问题想问你，如果要排做工的人颜值排行榜前三名，你可以排吗？你要说实话，不要年轻。男生只有四位，前三名有什么了不起？还有一些年轻人啊。对啊，说实话，不要同情我。第三名哦，我们做工的男生有谁啊？就你们几个而已。我们三个加上柯淑媛，听起来好很好，对，这样子啊，再多两个草屯银娜，还有曾静华，当然是炎亚纶啦。对啊，他已经说出我的第一名了。第一个谁？小杰。曾静华。哦，曾静华。对，我儿子当然是最帅的。啊哈，对，我们特优啦。
我觉得这种就是见仁见智，但是你知道，就你知道，有一些老人就是很 care。常常要有一个刷存在感。第二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妈妈对儿子对妈妈来讲，永远都是最帅的。对，那你永远一定是排在儿子后面，好不好？好。做工的人当中都会有一些有趣的互动，请问在拍摄过程中，谁最容易 NG 笑场？因为我很少跟他们两个有戏，然后他我觉得真的还好哎。听到没有，观众？听到了啊。哎，所以我觉得他是合理的。没有，我是说这个问题是错的。我是没有办法说。帅哥，可是你老戏骨哎。就是老戏骨才存在这很大的问题。你们为什么吗？就老戏骨就喜欢加戏，加到每个镜头都不知道加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而且我的台语又很烂，演到后面啊，你不动笑啊？来，好好解释一下，给你机会解释一下。哈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他这个哈，真的挺好笑。我记得在拍影集，你记得那场戏吗？他就在戏里面突然间演到，哈，而且那时候其实他是忘，没有，不是，其实那个时候只是排戏。然后导演就说，应该是排戏，对对对，导演就说，哎，这个很好啊，等一下你在演的时候。我要这个哦，你放进去。结果他拍的时候，甚至来说不演，不是演，但是那个哈又不一样了，可能变成哈哈哈哈，对，你哈哈，所以拍戏跟演戏都不要一样，当演员那是一种方式，对对对，就没有一条戏有800种演法，其实知道吗？其实知道，其实你就继续当主持人就好了。NG 是差不多的，其实那不算 NG， 那就是一个台语，我台语方面就 NG 比较多了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他 NG 我就跟着 NG 了，所以他 NG 等于是我 NG 了，他 NG 也等于我 NG 了，所以大家一起 NG， 所以都是一样的。他们感情多好。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在你身上，没有，不关你的事。我不是说，我说你们的错我都揽在身上，不是我的错你们揽在身上，听不清楚，纠正一下。不要吵了，下一题。真的，访问要做多久？你不是累了吗？我看经过这个访问之后，做工的人应该没有再拍了啦。以男生来说，谁的异性缘最好？一二三，明顺哥第一名哎，大家都举手。不要，我有家室的。没有，真的没有了，我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错，我解释一下。我在工厂，差一点要下跪了。碰到工人，都是男性工人，异性工人只有阿昌寿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了。就是他真的是那种就是爱老婆爱小孩的典范，但是就是就我周围的人，就是一讲到明顺跟美珍，都说哇他真的好帅哦这一种。看，是你的老婆多了解。真的，我保证，我跟你保证，我每次早看他都在跟你讲电话。看到没有？对，真的。看到没有？看到。只要一吃午饭放饭的时候，立刻电话就打过去。这是真的，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明顺哥跟他儿子讲电话，跟他太太讲电话的时候，其实我在旁边都非常感动，因为我都努力的在背台词，他都不用。我也想我老婆啊，我也想我小孩啊，为什么要等他讲完电话我们才要拍呢？对不对？谁没有家庭嘛？谁没有亲情嘛？我们都有家，我们都有爱啊，为什么？所以真的不会拍戏，我也没有再拍了，确定了啦。做工的人什么外传不会拍了，不会拍了。做工什么拍外传？拍了。外传。外传。外传。我也不要给你拍了。你们三个很适合拍外传，好不好？外传。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被绑架，最后绑匪却会后悔绑架了他，你们觉得那个人会是谁？一二三。不够明显吗？我觉得他会把绑匪搞疯，搞乱掉。他会真的很绑匪，真的会非常后悔。会不会讲到就一头撞死？对，绑匪看到我一吸血就都算，把我面罩拿下来就说：“这个人长得那么帅。”我觉得最后的绑匪是打开面具，啊，那个够了啦，够了啦，不要再讲了，我知道你在讲话，不要讲了啦。所以他会把绑匪讲到绑匪自己离开，就是还扣一点钱他见证。你真的太可怜，直接那个伤心的门打开，直接推下去了，还在离婚，请远离我们。其实你们真的是误解了。我在没有开戏的时候，我都在旁边静静的看着书。对，佛经来的。我曾经在现场看了，你哪有一个看佛经的脸像啊？你跟我讲，眼镜拿下来，哪里演的？阿波罗经，不是。
开一下，开一下，其实没有啦，就对对。你刚刚是问题什么？他就是这样，通常他回答一个问题，他就回答转到很多很远的地方，转回来你问什么？他忘记了，注意力不集中。对对啊 ，ADHD。真的，你能想象，就如果房北问说你家电话号码，然后他就开始然后回答呼噜呼噜一大圈，还要回来问房北说你刚问什么？今天你们流落荒岛了，你们最希望可以跟谁待在一起？你要跟谁？你要跟天在一起啊？他宁愿自己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是阿 Kim 呢，因为他话比较少。我也是这么想，我也是这么想哎、欸。我也说他的话比较少。我觉得选他两个逼疯了，我跟他，就是、我跟他如果丢在荒岛会被他骂死。对，我就跟他荒岛，然后我做错什么事，他就把我骂死。然后他的话就是我什么都不做，他自己在那讲话，我就被他烦死。对，所以算他，所以我才选这个。我也是选他，对。所以你们两个是算就是灵魂伴侣。对。最后的人，从今天开始已经上映了。对，希望大家多支持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最新作品。欢迎大家就是带着家人，然后朋友一起去欣赏这个非常感动的台式人情味。你们都不要被我们刚才的访问给影响了，刚才是一般笑哎，其实，在电影里面不会哦，在电影里面有很多感动，很多快乐，对，很多亲情友情。我觉得我们这部电影富有很大的一个正能量，对，看完之后呢，一定会改变你的人生。OK， 只要你二刷，幸运到你家。Yeah. 我刚讲的这么感兴趣，你一句就什么的，话包就没了。你都是讲废话。好，谢谢志威。自己其实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其实我就是做工人的女儿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因为我爸爸本身就是。你看的吗？我看完之后。你有哭吗？大哭倒不是。哦，还好。而且他爸爸是铁工。是、哦。我爸就是铁工、哦。然后我觉得。很想哭，名正言顺是在演我爸爸哦，是吗？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真的。你连你爸有这么帅吗？我爸在我心目中就是比刘德华还要帅。哇，真的这么飘。心目中的英雄，对。对说真的，我好命的话，可能也生得像你、啊。电影版里面，小杰有说，他觉得他爸爸是蜘蛛人，所以他觉得以后他不用再当蜘蛛人。对。然后我也觉得我爸爸是我心目中的超人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要分享一下我爸的照片。哇！对，他在我们家自己修，我不知道他在修什么，他都常这样子。哎，我爸爸也是超年轻的。对。就是像你。站过去的，你不要拿这种骗，你不要拿这种照片来骗人家，要博得别人家对你的同情。你不要叫人家都快哭出来啊！你不觉得他在参加夏令营吗？啊，是我们过去这样。谢谢你愿意分享，谢谢你们喜欢做工作是有原因的哈。谢谢。好啊，我好。